这个地方是甘肃省的澧县，现在是下午的4点，打算今天晚上住在澧县县城。刚才逛了一下稚土山公园，看了一下长生观，然后又到了秦文化博物馆，看了一下青铜器，前面还有一条步行街，刚才也逛过了。整个澧泉县城规模挺大的。这是西汉水，这边属于长江流域。看一下这边的住宿吧，149、79、59、49、47、49，便宜的将近50块钱吧。这个评分有点低呀、啊，这2.1分，更高的有点贵，1.3公里。49块，公共卫生间。空调免费，这肯定不免费啊，空调肯定是要加钱的吧。49。这是一些小摊，前面是一条步行街，晚上这边应该有夜市，可以来逛一下。各种小摊，县城里还挺热闹的。一个小的市场，供应粽子。这啊这啊。凉粉，这边的习俗和陕西那边差不多吧。那山里比较偏，它不有现在的猪肉才9.99块，土猪肉。我找的地方应该在老城区。澧县城区挺大，42万人，从天水坐大巴车2个多小时吧。晚上我打算吃点这边的特色热米皮，然后逛一下晚这边的夜市吧，再买点卤肉拌着凉皮吃，卤煮火烧。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城区了，前边还有一个中医医院。208，49块钱，还行，垫褥子还插着，可以，一个普通的大床房吧，没有空调。有电褥子就行了，其实房间里面不是很冷，外面比较冷吧。这边也不是什么大山的深处，还行吧，电视啥都有，关上。怎么样，这个房间可以吧？我觉得这个房间它是一个正方形，四四方方的一张大床，这个床大概看一下1.5米，有床头柜，关键有2个插板刚刚合适。稍微休息一下，出去逛逛夜市，吃点饭。刚才吃了一个8块钱的扯面，量有点小吧，没吃饱。出来逛一逛夜市。现在满大街都是这种烤面筋、炒菜，感觉这种小生意挺好，挺挣钱的。那些烤面筋全部是用批发过来的，串好的串，自己拿过来直接烤就行了。现在基本上一串烤面筋可以卖到3块钱了，2串5块，1串是3块，感觉这个利润挺大的。这边有一家热米皮，澧县的特色扯面、热米皮儿，还有各种卤肉，一个饼3块，鸡蛋1.5块，热面皮5元。热面皮已经卖完了，生意这么好吗？
这也是卖面筋的，都是烤面筋，各种烤串，感觉这种小摊儿比那种上班的要强多了，先摆摊后开店，走上人生巅峰。这晚上出来气温还是蛮低的，都在零下，基本上这边气温好像是今天0度到-7度，这种山区到晚上同样是-7度或者是0度，你感觉要比平原地区冷多了。澧县的热面皮是不是早餐和午餐吃的？我看那些都关门了，这边的棒棒面还有扯面都好吃。晚上这么冷的天气，其实吃牛肉面是最好的。甘肃这边可能早中晚可以吃三顿面，和陕西差不多吧，面馆都是满的。316国道辉县方向，往我身后走是闽县方向，是一条街。看看这个小吃街吧，这个夜市不错吧，看起来，看这个灯光，灯光璀璨，但是好多铺面已经关门了，没营业。烤冷面，其实全国各地的夜市都差不多吧，可能中间会穿插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吧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各个地方的小吃的。看着灯光，因为天气比较冷吧，所以这些小推车外面都裹了一层厚厚的硬塑料吧，是也不冷，隔风的葱油饼。就这么一会儿，感觉手都冻木了都。换个手，拿手机。每个夜市都一样吧，简单转一转，吃个饭就行了。各种烤肠，这烤肠是一家接着一家，这边有一样，关东煮，是不是每个夜市都一样？烤年糕，烤香肠，无骨鸡爪。烤肠是一家挨着一家。网红小吃街，这是木猴。这个多少钱？那个15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米，打一打木猴，免费打。你还别说，大的15，小的10块。老板说你免费可以打，这水平怎么样？直接打起来了。现在这种平衡感比较好。老板放着吧，谢谢。我都不卖。没啥吃的呀，老板。这我都不喜欢吃，盐酥鸡，油炸的也不能吃。四路还有个美食城，往回走看看有啥吃的。街道上有点寒冷，所以人气不是很高吧。澧县中医医院，吃个盖浇饭吧，我也不知道吃啥了。卖完了，没得吃。这边个麻辣烫，看一下有什么。红菜、素菜都是1块钱一串，是菜和腐皮儿。这个鹌鹑蛋可以拿一串，豆腐。下边是青菜、菜花、金针菇可以来一串，蘑菇可以来一串，这是什么？糯米。下边是丸子。加啥呢？14。14，炸都要。
红素医院，手感粉6块，米线大份7块。麻辣烫已经买回来了，总共花了14块，买了12串，红素都是1块钱，一个饼子1块，一个打包盒1块钱，没有打包盒没法吃。他这个是干拌的，我看他们都吃干拌的，所以我也选了干拌的，生意挺好的。今天交了个50块钱的押金，这是押金条，房子，一个饼，下边就是了。这12块钱不多，总共就12串，鹌鹑蛋，我选了好多菜，下边，这是年糕。这是油泼辣子，上面浇冬菜，下边都在下边，豆腐皮啊那些，感觉挺好的吧。还有，这是丸子、豆腐，啥都有。白菜，闻起来特别香。这是年糕，老豆腐，它上面放了一点油泼辣子，有点辣辣的感觉，但是好吃。陕西人吃啥都喜欢吃馍，各种馍拌着吃。我吃过最好的麻辣烫是在陕西的定边县，那边满大街全是卖那个麻辣烫的，它不是那种选菜的，是老板给你搭配好的，一份10块钱，经济实惠，味道好，那个味道我至今忘不了。其实每个地方的小吃都挺多的，床特别干净，这个电褥子也很热，我刚才躺在被子上都能感觉到热，都热，这是比较大的这个双人的电褥子，开到地档。